方正在招特别的岗位，从未有人会愿意申遞，当中有条件要放低一切，问哪位肯接济。前路遥远，看似流放边疆，即使翻风雪雨，在看管气象，无人影响，亦无人会欣赏。在处于远处无人经纬，渐觉得过往人情罕贵，时间只被暂时停低，只得它默默地留守，秒秒流逝。望见这幕后唯独一位，在叹息，往往不可得安慰。到底他如何能紧守岗位，散露了心中一种敬畏。即使翻风雪雨，在看管气象，无人影响，亦无人会欣赏。孤独却最自由奔放，不快却最平安，无人却最处于远处无人经纬，渐觉得过往人情罕贵。时间只被暂时停低，只得它默默地留守，秒秒流逝。望见这幕后唯独一位，在叹息，往往不可得安慰。到底他如何能紧守岗位，散露了心中一种敬畏。最浪漫不过